喂，講到賴屎，我今日咧就被邀請去一個手機嘅發布會。我係啱啱放工咧，瞓咗兩個鐘嘅狀態，即係我又通咗宵嘅情況下咧，又俾人叫咗去發布會。明明係一個寂寂無名嘅一個垃圾，跟住咧拍埋曬啲廢片掉上網，跟住俾人鬧完之後咧，哎呦，用一個 KOL 嘅身份咧，俾人邀請去發布會，你唔覺得好好笑嘅咩？成件事，咁我陣再同你講嗰部手機嘅嘢。喂，好掂，三個字到咗，識搭梗係搭的士。唔好話俾人知我呢弱智，揾咗差唔多三個字，我先揾到八樓係邊，黐線。迷路迷咗三個字，終於嚟到呢個 Honor 70嘅發布會。今日咧就睇個 run down 咧，都幾多大粒友過嚟嘅，咁咧都幾有誠意嘅，我覺得。仲要喺呢個地方搞咧，睇下呢部中價位嘅手機俾到啲咩大家啦。好，咁啱啱咧就發布會就完咗啦，咁我陣間咧就揾個地方，咁啊講一講部手機嘅規格先。好，今日最主要主打係幾樣嘢嘅，咁首先咧設計上咧就三隻色，頭先都講過啦，嗰三隻色每隻都係唔同質感嘅，綠色嗰個霧面設計我係比較中意嘅一個設計，流光鑽石嗰隻色咧其實都係幾靚嘅，因為佢係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反光嘅一個設計嚟啦，黑色就係普通兩面玻璃設計咁樣啦。螢幕就 6.67 寸嘅 OLED 螢幕嚟嘅，雙曲面型 120Hz。同埋2400×1080啦，仲有就係1.07億嘅色彩。好啦，攞到上手啦，咁咧就喂呢只綠色我覺得超靚。部機其實178g 嘅啫，其實係我覺得摸落係幾輕身嘅。鏡頭就兩個啦，5400万像素主鏡頭㗎。呢部機係第一個用呢個 IMX88 嘅 sensor 嘅 ，ultra wide 鏡咧就5000万像素啦。咁另外就係佢係支援微距功能，佢仲有一個200万像素嘅景深鏡頭，其實係幫助就係例如你影 portrait 嘅時候咧，佢個景深做得好啲嘅，佢個背景模糊嘅運算做得靚啲。至於前鏡頭都係呢個打孔設計啦，咁就有3200万像素啦。新的拍攝功能就是 solo cut mode， 即你拍一條片裏面你就有兩條片出嚟咯。咁就如果有些人又要打環影一個，又要打直影一個出 IG 嘅話就是幾方便的一個功能嚟嘅。張 chip 就是用緊 Snapdragon 778G Plus 啦，都是話係第一部用 Snapdragon 778G Plus 嘅一個處理器嚟嘅。加埋佢自己會有一個叫做 Turbo X 模式，去幫助打機嘅時候咧會有一個穩定啲嘅 frame rate 嘅。電量是4800mAh 啦，咁佢咧就話佢自己會有獨特嘅調校，令到佢慳電啲。就算佢係4800毫安咧，佢嘅續航力都會高啲嘅。佢嘅充電速度咧係幾好嘅，咁咧佢就係66W 啦，可以20分鐘裏邊充到 60% 啦，45分鐘就充爆電啦。跟盒咧，我覺得係幾好啦，本身已經跟曬 mount 貼啊、機套啊，你一開就用得啦，同埋 charger 啦。66W charger， 總之你就唔使嘥錢去額外買啲嘢嚟咯。咁咧，我 set 好部機啦，我就可以開始攞呢部機嚟拍嘢噶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0:00食完飯，食到勁飽，食咗勁多嘢。依家咧就喺附近影一影啲嘢拍。
thousand years later。我依家到第二招啦，陣間攞埋呢部機出去影下相啦，咁樣試下打機先啦。咁啊，今朝就 download 幾隻 game 嚟玩咁樣。呢個咧就頭先試過 RO 新嗰隻 game 咧，都玩落都順嘅。如果呢部機就正常俾你攞嚟玩普通 game 嗰啲，其實 OK 嘅。咁就依家試下佢講嗰個可以推幾好嘅嗰隻 game 就 LOL 試一試先啦。咁啊玩到一半，我覺得都暫時嚟玩我其實都順嘅，即就算打團戰都好，其實都冇乜大問題咯。咁啊其實 OK 噶啦，咁啊幾好啦。琴日叫做同佢相處咗一晚啦，咁啊基本功能咧，我覺得都係齊嘅，例如係呢個深淺色模式啦。咁啊，深色模式嘅時候咧，你係可以校邊啲程式，特定嘅程式可以轉翻做白色底嘅。仲有啲方便到你用手機嘅手勢，例如係用指節 tap 兩嘢就可以 cap screen 啦，同埋咧錄影屏幕咧就係用兩隻指節去 tap 兩嘢咯。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啲就係多功視窗啦，程式呢度你可以見到右上角有啲程式你係可以轉做視窗模式嘅，咁啊之後你就可以校翻佢嘅大細啊，例如係日曆啦，你可以校做放大縮細啦、校位啦，例如可以開程式窗出嚟做多功啦，例如係你左邊可以拉出嚟，跟住 hold 住就可以攞到啲程式噶，跟住就掉出嚟啦。系啦，咁最後就係指南針呢個功能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喺室內嘅時候，或者係即係喺出邊啦，你就可以影住個環境，然後睇住嗰個位置，係話俾你聽係邊個位咁樣咯。咁仲有就即係啲普通功能啦，例如你頂起部機就會著 mon 啦，呢啲都係齊嘅，冇乜問題啦，用落就。仲有琴日唔記得講，就係可以運作到嘅程式係比較多嘅，例如呢度咧就其實開好多個咧，佢 background 都可以運作得到，咁即係佢。佢話 8GB RAM 啦，之餘佢加多 2GB 俾佢用嘅，咁就呢個就方便到佢係啦，如果你開好多嘢嘅話就有用咯。好，我哋繼續試下部機啦。咁咧就我哋睇一睇嗰個拍攝嘅界面先。普通嗰啲拍攝嘅界面啦，都係差唔多噶啦。嗱，錄影，咁呢度咧就可以揀之前講過嘅主角模式噶啦。咁你如果你見到一個主體咧，你就撳落去咧，你就可以有兩條影片咁樣啦。另外咧就大光圈模式啦，咁就你可以校嗰個背景有幾 blur 啦，然後你又揀咗個主體嘅時候咧，咁隔離嗰啲嘢就會蒙曬咁樣嘅。另外仲有啦，就係專業模式啦，咁就都係 standard 嘅嗰啲功能嘅啦，咁啊可以自己俾你校快門啊、ISO 啊咁樣啦嚇。好，咁頭先再影咗多咗幾張相，咁大家可以睇下覺得點嘅。咁咧就呢兩日用落嘅感覺就係即係手感係幾好啦，係輕身嘅，全屏體驗都唔錯啦。另外相機幾個主打功能啦，大家睇下有冇自己用唔用得著啦。佢個大光圈模式啦，佢個 solo cut mode 啦，跟住就啲人像嘅景深嘅運算啦，呢幾樣嘢係佢個主打嘅功能嚟。至於電量就我由朝頭早用到依家用咗半日啦，咁啊我有單 game 啦，係咁打機啦，跟住之後就帶埋出嚟，依家係咁影嘢啦，電量都仲係剩翻40%，其實電量嚟講都唔差噶啦呢部機。今次就係咁多啦，咁啊大家覺得呢部 Honor 七十係點咧？歡迎留言嗰度講低嘅，咁啊記得中意我嘅 video 就撳個訂閱掣，撳埋隔離鐘仔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